今天有四场头衔赛。那么这是第一场头衔赛呢，是十回合 WBO 东方洲际金腰带的争夺战，130磅。蓝角来自菲律宾的龙尼，战绩9胜1平6次 KO 对手。哇，来自红角的印尼选手呢，也有14胜2负1平的战绩。相信这场比赛会非常精彩。Oh my god！ 这勾摆拳真的是抡大锤一样。哇哦！哇哦！哦！印尼选手拳也不轻，这个印尼选手打的似乎更灵活一些。对，菲律宾选手就是抡大锤呀、这每一拳都恨不得打倒对手。你看，哇哦，漂亮！哇哦，站在那让他打，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哎，漂亮！哇哦！这勾摆拳真有力量。哇！第二个回合开始，来一个击打过低，裁判警告。漂亮，漂亮。对，印尼选手呢，打了就这出来，对，他这种大摆拳就轮空了。所以这个不管在多紧张的啊，这个出拳和对搏当中，头脑必须清醒。对。
来给。Come on, come on. 哇，又开始了。漂亮，好的，对，该反击了。漂亮，漂亮，不错不错，好，漂亮。印尼选手的技术，进攻的技术明显要好于菲律宾选手。击打路线，打这个角度非常多。他又开始了，哇哦，击打后脑，很精彩这个回合。对，刚才这个回合我们看到啊，双方确实是勇猛，而且呢战术的运用似乎就给你一种感觉，战术我就是打，就是出拳啊，所以这个非常执着啊，非常执着。另外双方在拒不胆怯的情况下啊，这个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觉得这个作为拳击来讲，这也是就是一种精神，是是的。好，下个回合开始了。对，第三个回合。哇哦！哦，漂亮漂亮，哦，这拳漂亮，这拳漂亮。哦，漂亮，后手外旋前接一个前手内旋拳，这个非常有效。漂亮，菲律宾选手真的是强硬的。后手拳呢，已经保护得非常好了。是，但是呢，仍然是是这样。对。好，结束了，回合也结束了。我们看菲律宾这个选手，他过去的战绩是9胜，没有输过啊，一场平局。对，有6次 KO 对手。对，斗力还是蛮高的。哎，那么印度尼西亚这个选手啊。是14胜，输过2场，2负1平，
但是从刚才台上来看，现在很难伯仲啊，究竟是谁运用的战术更好，对，谁在啊击打对方当中更有效，嗯啊，那么有可能就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现在应该说还很难说谁有多大优势，对，啊，对，这个各有各的特点。菲律宾选手的攻击力很强啊，是，拳也很重，但是印尼选手呢打得好像更聪明一点，对，技术运用更丰富一点，是这样。哇哦！选手的进攻啊，这更善于变化，但是确实呢，这个攻击力啊，没有菲律宾选手强。对，漂亮！哇哦！哇哦，漂亮漂亮，哇，漂亮漂亮，哇哦，这组对攻真不错，漂亮，哇，漂亮，哇，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双方不断的有重拳击中对手，然后仍然在不断的连续发起进攻，对，这是一种能力，啊，漂亮漂亮，漂亮，印尼选手似乎找到了感觉，发起了绝地的猛攻，漂亮，好，漂亮，这个和印尼选手不错啊，这回合结束了。漂亮，太精彩，哦，菲律宾选手发起反击了，哇，这个印尼选手体力好像下降，
在有点被动了，应该说。哇，漂亮，漂亮！哎，别加倍！干吧，还没拉不算，干掉吧！干吧，我没拉稀吧？哎 ，good， very good。Yeah， 哇，漂亮！好吧，打的可以啊，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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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哇，漂亮！哦，紧急选手都顶不住了。现在是两位选手拼毅力的时候。对，我们看到在场上的表现，两位选手不管是在被击中或者是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意志品质都是相当顽强的。是的，聂妮选手的体能啊明显是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台上由我们负责台面的工作人员啊，从一开始就拿着毛巾啊把地板啊擦得那么干。对，因为有水在这儿，所以我想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这场比赛啊，应该说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的啊，他们的流汗并不比运动员少。是啊，哇！哇！又进入了精彩的对攻。这个印尼选手很艰难了，现在已经。都说完就被击倒了。好，比赛结束。啊，我们看印啊，菲律宾这位选手啊，是在看到裁判已经终止这场比赛，非常兴奋，是非常兴奋。我想这些年轻运动员啊，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胜利，的确是是令人非常对欣慰的。对，所以呢，高度不已啊。站在台脚上直向观众们欢呼，那向他的教练们啊欢呼，向他的推广人帕飘。是啊。那么菲律宾选手呢，就获得了这一条 WBO 东方洲际的130磅的金腰带。金腰带，对，洲际金腰带。好，女士们、先生们，金腰带。这场 WBO 世界拳击组织59公斤级东方洲际金腰带争霸战。红方印度尼西亚选手伊万佐德和蓝方菲律宾选手罗尼巴德纳多比赛在进行到第6回合49秒钟，红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伊万佐德以 TKO 技术击倒对手，获得比赛最终胜利。 Winner Mr. 伊万佐德 from 印度尼西亚。好，我们看到呢，这是 WBO 的副主席，也是亚太区的主席李昂先生，给获得冠军的选手伊万佐德呢系上了冠军腰带。同时为他颁奖的中方是广东省拳击协会的会长董廷江先生。来，董廷江先生有请为我们。